演单位的精彩演出，相信也可以让更多的朋友认识学生一队，也用更多的热情来支持一队。接下来呢，要带来表演的单位是不同于高中的大哥和大姐姐们。是的，他们是幸福国小人小但志气高的草泥一队，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他们。101年时举办学生才艺表演，一队的表演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哦。活动后呢，学生们希望持续操练一队，因此学校才创立一队，并以代表学校的幸运草为名。只要学生肯报名参加，不限身高体型，只要愿意的加入一队的训练都可以参加，而且参加的学生绝对不能失交作业。没错，他们是一群品学兼优、德智体全美、武育兼具的队伍。再次欢迎草泥一队。Yours, pure, don't know what for.
谢谢曹仪队带来这段精彩的表演。哇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管在架势还是气势方面呢，他们都不输给我们今天所有参赛的队伍啊。好的，现在表演节目到此告一段落，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我们的